对小孩好命，妈妈什么都相信。太太被推进产房的时候，你知道她老公带了一堆香蕉去，就真的生得很顺利，生得很快。因为呢，猴子因为带了香蕉去。我女儿的名字其实不是我算的，每天都叛逆期。30岁的时候我才有去算，我开始帮她报户口之后，她每天是笑。你看看名字有多重要，是不是？对，而且你今天问你小孩今年有什么？今天晚间9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